行不行？别给我套近乎啊，溜远点儿。你说给你媳妇儿整的，老师，你说你给你媳妇儿整的，你别离我远点，这嬉皮笑脸的你。反正咋的了？没事啊，家人们啊，没事。他们都看腐妞去了。都去看完腐妞去了。迷糊让放上腐妞，迷糊让放腐妞出来。你看迷糊，迷糊让腐妞出来玩儿啊！迷糊给腐妞开门，门开不开？腐妞耳朵坏了，他耳朵。迷糊跟腐妞关系好，腐妞坐好了，腐妞来，腐妞坐好了啊。腐妞耳朵坏了，那个耳朵看了吗？这耳朵肿了，这耳朵肿了，有这么长一个口子啊，但是没透，知道吧？这么长一个小口，没事儿，家人们啊。就是这么长一个口子，然后大概的话地有就破皮了，知道吧？破皮了，然后扎了一个眼儿，扎了两个眼儿，然后有一个眼扎破了，有一个眼扎透了，知道吧？他耳朵，就在左边这个耳朵，眼扎透了一个眼儿，然后呢，扎完之后吧，他们一薅划伤了，划这么长一个口子，啊，但是他那个口在里侧，在里侧，外面没事儿。啊、嗯，也没给他缝，昨天晚上人大夫都没有，今天我带腐妞去的，也没给他缝，说不用缝了，说长上了，长上了，啊，就是肿了，家人们，让他不能，你放出来的话，如果让腐妞出来的话，家人们，他们肯定会舔腐妞，知道吗？他们会舔的，真不省心，腐妞厚憨厚可爱。你说四哥烦不烦人？受伤的总是腐妞和迷糊。过来，迷糊。我昨天给老师一顿揍啊，家人们啊，没事没事啊。我跟你们说一下怎么回事啊，老铁们，昨天嘛，咱家不是喂狗吗？老铁们，大伙每天晚上都看我们家直播，大伙都知道。是不是咱们家，你看啊，咱家每天喂狗狗，他们几个在那趴着，都是这个顺序。第一个位置是腐妞，然后是老四，然后是老大，然后是 seven， 然后是迷糊啊，不是，老腐妞在第一个位置，老四在第二个位置啊，老大第三个位置，十六在第四个位置啊，老 seven 在第五个位置，小迷糊在靠边上。每天都这个顺序，知道吗？结果腐妞呢，她昨天吧，她我也不知道咋的，她不愿意上第一个位置去，啊，我就把腐妞拽到这边来，她要上这边来，然后呢，把老四放到这个地方去了，然后我把腐妞往这一放，知道吧？谁知道这沙发怎么突然掉下来呢？那就给她咬了。以后多关注关注腐妞吧，让她离老四远点。不听话不好玩。发老师玩跑步机，以后让老师离腐妞和腐妞远一点，迷糊远一点。家们，你说怎么远？我想知道怎么远。如果家们，你们说怎么远？咱屋子本身就这么大，除非关起来，知道吧？腐妞呢，咱也不让他出来了，啊，迷糊呢？咱也不让他出来了，或者是老四也不让他出来了，怎么远？
只能有这一个办法远。小明心疼福妞，分开玩呗。你看他们平时还不打架，都多长时间不打架了？那大半年都没打过架，这半年没打过架，没干过仗，从来没有过家嘛。就昨天晚上，咱也不知道咋回事，哪天晚上我都那么叫唤的，哪天晚上我都那么我都是福妞和老四他俩都给他放一块儿，都没事儿，是不是家人们都放一块儿吧？他那耳朵肿了，现在没啥事啊，没啥事啊。福妞，哎，以后做好就不要移位置了。你知道为什么要移位置吗？家人们，老四吧，他在第一个位置坐着吧，他愿意跑，他愿意往别的地方跑。然后福妞呢，往第一个位置一坐吧，家人们，他就往那一趴，老四还过不去，就相当于挡住老四一样，知道吧？他们几个非常齐，往那一趴，是不是？啊？第一个位置，家人们，抚妞往那一趴，老四也左右也不动了，他们几个左右都不动了，因为抚妞往那一趴不动地方，知道吗？老四呢，他愿意串，所以我愿意把抚妞放在第一个位置，啊，吃呗吃呗，吃烤冷面。没大碍就没事，孩子们多了免不了打架，以后大家以后多支持喜欢。喜欢腐妞呗，哎，你看老四现在脾气可不好了，老四对三哥大吼大叫的。我媳妇来了，我媳妇来做个烤冷面。行。行。我媳妇想吃烤冷面了，我说你想吃烤冷面咱直播吧，直播正好我自己直播时我卖不了，知道吧？我自己直播卖不了烤冷面，然后呢我脚了，谁踩你脚了？我自己直播卖不了，我说我媳妇想吃，我说吃咱就做呗，是不是？正好我直个播咱一块就做了，看吃播最好。我罚老四玩跑步机，我老四跑上5公里啊。行，你拿手机来，你拿一下子，你拿一下行。等会儿啊，拿一下手机啊。你又干啥？那你让我拿手机他又跑了。辣白菜跟去年一样的吗？一样一样的啊，一样一样的。俺也是肉饼狗，今天是黑彩的4斤一袋，一共4袋，挺好的。对，咱家狗粮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四哥跑不动，他最懒。我跟你说，那老四是最懒的一个。老四，感觉好长时间了。我那个啥，我现在不熬夜。睡觉睡得早，所以吧，我一般我不跟他一块直播了啊。千隐形怎么还不发货？你问一下客服，看看是你们那个地区不行啊，还是什么原因？问一下客服啊。咱点点小红心啊，家人们，点点小红心，分享一下咱家直播间啊。我要给福妞吃点好吃的呗。老四下去！你们家狗粮咋卖？我想买点，直接点击购物车，然后下方你没上狗粮，在17号链接，17号链接，你点进去之后有选项。不知道，老四，我下去。又上桌子。狗粮，家人们，你们想买狗粮的哈，待会儿想买狗粮的话，你们可以。咨询咱家客服，家人们啊，联系客服家右上角联系客服啊，家人们啊，哎，右上角的狗粮，
来，红娟，给抚宁一个奖励吃。红娟再给一个，再一个给抚宁吃。抚宁怎么样了？抚宁没事了，家人们，没事了，没事，没事了，好了，长住了，他的耳朵长住了，家人们，有个这么长的口子，这么长，大概一厘米多的一个口子，啊，我寻思缝上针呢，我寻思缝上针呢，昨天晚上大夫吧，没有医生，昨晚上宠物店没有医生，啊，咱也没去，我昨天晚上吧，昨晚半夜晚上，我给抚妞买了点，买了个碘伏，啊，买了碘伏给他抹上了之后。只要今早就熬到今天早上，再去的话，人家说不用整了，长上了，就这么长口，家人们，这么长，我寻思长不上呢，知道吧？今天早上长上了，就是他的耳朵有点肿，他现在有点肿，别的没事儿。丸子出来了，不知道怎么的了，没事，耳朵坏了，他耳朵坏了，我看福妞，哎，你说福妞。能不能？谁来？哎，这个能打开的呀？这个，福妮儿，我看，福妮儿，福妮儿上来，直接按吧，他出不来，他肯定出不来。肿了，他耳朵还肿呢。谁咬的？老四咬的呗。来，烤冷面。有那么大的耳朵啊，他咬了一下子，他那有一个耳，他的总共咬了两口啊，第一口呢有一口呢直接扎漏了，知道吧？然后第二口呢往外撕了一下子，撕个这么长口子啊，但是没透，眼儿透了，撕的那口没透啊，撕的那口没透。老四怎么会痒？老师怎么会养虎妞？虎妞那不是我给我四哥整的媳妇吗？那不我四哥的媳妇吗？肿的话要不要吃点消炎药？耳朵肿了没事，家人们，给他那什么，就是上医院给他大夫给他上的消炎药，知道吧？回家跟我说抹碘伏就行了。他那就是一个口子，家人们，就是肿了，不用吃消炎药。这么长的口子，没说吗？这么长的口子啊，然后大夫说也不用吃消炎药，他给那个虎妞那个耳朵吧抹了他那什么玩意儿，那什么什么什么那什么那个什么什么那个白的那个白面面那个那什么玩意儿，白面面那个药生机，我也不知道啥玩意儿，白面面那个药，他说你今天你别动了，他耳朵肿肯定的。就是耳朵你咬一口的话，它有伤口它可能就会肿，它肿完之后吧，不是云南白药，它肿完之后吧，家人们，就今天不让动它，然后呢你明天的时候给它上两天，家人们，上两天碘伏，早晚，明天早上一次，晚上一次，后天早上一次，晚上一次就好了。就是对我媳妇说去腐生津的药，那就是有个这么长的口子，没事儿啊，找 Seven 收拾它。老四谁也收拾不了，就我能收拾老四。欢迎大家伙啊！我媳妇做的叫烤冷面，家人们啊，你们没吃过的话，你们可以拍成烤冷面吃。咱烤冷面呢，老铁们，咱们平时在外面买烤冷面都多少钱一张？家人们，七八块，多少钱一张？媳妇，你买的烤冷面？七八块钱，七块多一张是吧？七块多一张，家人们，咱家这个烤冷面啊，你们有需要的话，你可以拍的，16.8是20张。8毛钱一张，家人们，回家自己做挺好的，家人们，看不着？一会儿咱有媳妇给大家做一遍，想吃的有喜欢吃的，非常简单，超级简单，只要你家有平底锅就能做，知道吗，家人们？只要你们家里有平底锅就能做这个东西。云南白药不是跌打损伤吗？不是云南白药，不是云南白药，它那药是去腐生津的药，我不知道忘了什么名了，它也不是，跟咱那个药不一样。我没拿卡片啊。
我看粉妞呢，放白砂糖，没事。粉妞，我给粉妞关上吧，给粉妞关上啊，她不老实。那粉妞耳朵肿的跟面包似的。粉妞，粉妞做完了。粉妞耳朵肿的跟面包似的，昨天没少出血，昨天。哎呀，以后吧，操你哥，明白？啊，我寻思把什么玩意拿回家去了呢？我寻思小明把什么东西拿回家去了呢？你吓老爷一跳，啥玩意都往回拿。我寻思拿什么好吃的呢？你瞅你这个脾气啊，明白？你说你这个脾气，什么臭毛病？你吓我一跳。拿了个甜甜圈，谁稀罕你这破玩意儿？谁要你的呀？就拿个圈儿，拿个甜，你以为那玩意儿是甜甜圈呢？气人，小明可气人了。这家伙叼个圈儿，赶紧往回跑，叼个圈儿，赶紧往回跑。啊，来，你别管了。你老婆又怀孕了没有啊？没有。我不瘦吗？我没有，多瘦我现在。啊，欢迎大家伙啊！来来，再做一张，再做一张啊，家人们啊！烤冷面，有想买烤冷面的家人们啊，看看这烤冷面怎么做的啊！我给你们看一遍，嘎好吃，家人们嘎嘎好吃啊！烤冷面就做完了，然后直接这么吃就行啊。首先往上倒油，我媳妇这是喷油的，这是啊，媳妇儿。你就直接喷。家现在家家户户都有喷油壶，你直接喷一下。这个烤冷面，家人们啊，一包里边是十张，二家们，一共是给你们发两包，两包，家人们啊，然后呢，给大家我赠送四个酱料包啊啊，四个酱料包，然后呢，有一个啊，一个干料包，一个干料包加上三个酱料包啊，家人们，一个干料包加上三个酱料包，而且再赠送一把刷子。电饼铛，只要你们家有平底锅就能烙，家人们，这个东西有平底锅就可以。拍一发二十张啊！小明非常善良，昨天第一个贡献安慰粉妞的，是不是？啊，小明是不是最善良？来，家人们，奖励给小明一个善良，因为小明的善良。明儿来，姥爷给你奖励了。明儿来，明儿，明儿过来，快来，明儿姥爷给奖励，给你。给三位一个奖励，来，给三位一个奖励，三位一个，老大一个，啊，给老石榴一个来，啊，老四啊，老四啊，老爷一会儿奖励你个大葱啊，老四你别着急，老四啊，老爷一会儿奖励你个胡萝卜，奖励腐妞一个，哎，忘了给大伙看了，家等会儿啊。煎完之后，家人们啊，煎完之后，然后呢，上锅里给它倒点水。冲一下。对。烙吧，你嘎嘎烙吧。老带劲了，家人们。啊，烤冷面啊，烤冷面16块8毛钱20张，家人们啊，老好吃了。东北味道的烤冷面。又老师干的吗？得吃点水是不是？对呀、啊，吃点水。你不吃点水的话，家们他不吃点水，他发硬，知道吧？你往那个烤冷面底下，你吃点水，烘一下子，用那水蒸气烘一下子，啊，它软和嫩，知道吧？好吃。嗯。等会儿跟我媳妇唠完这个的，顺便给电媳妇。给电了。吃着吃，等会儿呢。啊，原因弹有吗？原因弹没有，家人们，现在没有原因弹。哎，我
跟你说，厦门烤冷面嘛，比那啥好吃，比那手抓饼好吃。啊，你怎么翻？哎，对喽，翻的好啊，媳妇儿，翻的好啊。右犬粮有活动吗？右犬粮，家妈，咱家右犬粮现在有右犬粮吗？右犬粮就是咱家奶糕，家妈啊，右犬奶糕啊。挤上酱料包。你们问客服，家妈，你问客服，你说右犬粮奶糕有没有活动？你问问他，让他给你推荐个链接。正好有个小。好，家妈，你联系客服，让客服给你推荐个链接啊。正好有个小刷。老四咋的了？没咋的，家妈，老四就把腐牛给咬了。这么一刷，哎，刷点酱，家人们啊，这个酱啊，家人们，这个酱料包都是给大伙赠送的啊，酱料包三个酱料包加上一个干料包啊，三个酱料包加一个干料包，你们不是感觉那个酱料包不够用吗？今天咱家赠送三个，啊，赠送三个酱料包加上一个干料包，啊，来点洋葱，原来什么时候能有货？元气蛋呢？加你们客服吧，我也不清楚什么有货。我有香菜，啊，这个香菜。因为我这一个星期我都不上仓库去一回。然后给它卷，再卷。啊，现在吧，遍地整的都是那个，整那么多洋人儿，是吧 ？OK。现在我们很少出门，家人们，现在整的都是洋人，很少出门。想放这干料包的，你可以放点干料包，我帮放。我来一个，给我来，我来一个啊！小陈给我来。抢啥？你给我，你别动，你拿手。哎呀，我你放放上，我行，我直接搂一个呢，我干一个。搂吧。啊，你在上面烫着呗，女儿来，你走。哎呀，你搂哪个呀？我搂这个呀。啊。烤冷面，我媳妇做好吃啊，特别筋道啊，家人们，就你做完之后特别筋道，然后呢还不硬。哎呀，你举那么高，你上天得了呗，我都看不见了。看着就好吃，这老好吃了，家人们，你们家里没有电饼铛的，用炒锅也能炒，知道吧？用炒锅也能炒。谁先上来的？你吗？啊？迷糊着，你突然掏一口，16.8块给大家发两袋啊，两袋一共是20张，然后呢，给大家赠送三袋干料包，三袋湿料包是吗？我下去啊，下去啊。嗯，干呀？你吃我吃，拿一个。我也想吃。啊？这本来就是我想吃嘛，结果现在变成你想吃的。你吃。你给咱姑娘整一个。啊？你给咱姑娘整一个。你想迷糊？啊？小明，你下去，你别总在上面站着。你看这桌子净他们几个上，多烙点，再烙点，老好吃的，家人们啊，东北烤冷面啊，家人们，我给你，大家伙在外面买一张烤冷面，7-8块钱一张，是不是，家人们？你在咱们家买16.8块。南方12，你在咱家买20张才16.8块，家人回家自己做，既卫生又方便，一张烤冷面一会儿就做成功了，只要你家有平底锅就行，有平底锅就能做，知道家们？炒菜锅也能做啊，炒菜锅其实也能做，家人们啊，老好吃了，烤冷面没有了，有没有了，客服？南方是不是12块钱一张？啊，我在杭州的时候买过一次烤冷面，12块钱。咱在杭州？嗯，我买过一次。
杭州那是哪儿啊？那是杭州步行街西湖那个地方，好像是12块钱一张。那十五。那地方15啊？有没有啦？我看啊，我看有没有了啊？我看有没有了，家人们。嗯，黄，看没？啥呀？客服有没有了？这客服一天天的，这是，我是真是服了他了啊！你加不了啊？喂，家呀，干啥呢？哦，采玉米呢，马上啊！在我喊多少遍了？我说家家家的。嗯。这客服一天真的，这客服拉倒，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不要用他们。那客服真耽误事，不是耽误咱事儿，是耽误大家伙事儿。那来直播间好，这么多朋友们，待会儿来直播间，待会儿都有自己的时间，对家人们，咱自己家你们都有自己的时间，这不耽误人家时间吗？再唠一张，都提前说好的，我说看好库存，看好库存，那都提前跟他说好了，提前。行了行了，你进了，跟那个大主播似的。哎呀妈！直播卖点货就在这骂骂咧咧，骂骂咧咧的，好像怎么回事似的，好像自己多大腕似的。不是我多大腕儿，那慢点就慢点，那你别在直播间里。不是，咱直播间这么多朋友来，咱直播间每人买点东西，人可能上班了，人看是不是？人就看一眼就或者人一会儿就不看了，是不是？那你要是人尊重人家呀，对不对？你要14，你有一次发火气，你不能回回你都发火呀。你私下说，那肯定有好多人寻思，三元店卖点东西吧，在你家买点东西吧，一要不就没库存，啊，要你播的时候我还没看你直播，想拍点东西没库存，费劲，拉倒吧，不拍了，走了。是不是家们有没有性子急的？咱直播间是不是性子都急啊？在你直播间买点东西是费劲了，是不是家们？啊，我在你直播间买点东西是费劲。啊！不买了。你看一下啊，我看一下那个。等会儿我没给虎妞奖励呢，我还没给虎妞好吃的呢。给你一个吧，跟屁虫。那小东西，小老四，欢迎家人们啊！喜欢吃烤冷面的家人们啊，干了是吧？赶紧倒水，赶紧倒水，看着家人们。哎，对，抓紧倒水，倒完水之后它就软了，想看着吗？家人们，倒完水之后它就软了。家有贤妻，男人不做横事儿。横事儿啥意思啊？不做横事儿啥意思？就是家里有贤妻，男人老实呗。他拉倒吧。那肯定是男人老实的意思呗。该不老实。夸你呢，不是夸我媳妇儿，夸你呢，媳妇儿。我小牛干啥去了？啊？剪碎了再炒很简单，剪碎了再炒也可以，家们啊。这样就是比较省事儿，但是这种吃着就比较筋道，知道吧？然后你炒的那种呢，它也挺香，但是它就是没有这种煎的筋道，知道吧？多简单，家们，把烤冷面往平底锅一放，对不，家们啊，往底下一浇水，什么时候浇水，家们？等你这锅特别热的时候你浇水，知道吧？让它这个水蒸气上来。水蒸气一上来之后吧，它熏的它，啊，它筋道，啊，熏的它毛。然后呢，往上面打上鸡蛋，家人们打上鸡蛋，然后等这个鸡蛋干了之后啊，家人们啊，给它翻过来，哎，这鸡蛋一干一翻是吧，就可以了，这就可以了，往上面刷点酱，
就这么简单，家吗？我上刷点酱，刷吧，媳妇儿，刷酱。有点粗吧。刷酱啊，媳妇儿。啊？没事儿，这样就可以了，多好。16.8，家人们，16.8多少呢？一共是给大伙发，家人们，20张，20张烤冷面啊。抚妞没事，家人们，抚妞耳朵坏了。我等会儿给大家看看啊，好，刷完酱之后，哎，葱花、香菜、小火腿肠往上面一撒，出锅了，就这么简单，家人们，8毛钱一张，你回家准备点香菜，准备点葱花就能做了，知道吧？准备点油，啊，而且这个刷子呀，这个酱料啊，都是咱们赠送的，家人们啊，刷子和酱料都是咱们赠送的，老好吃了，拍到了，白天直播挺好。晚上直播等的困，这就可以出锅了，大家们。好，出锅就可以了。你要想吃一段一段的，家人们，你就给它掐舌头，哎，对对对，卡舌头。你要不想吃，往点撒点那个番茄酱，番茄酱啥的。整点醋，夸这么一拌。对，你要不喜欢吃那样式的话，直接就能吃了，就跟吃煎饼果子一样。明明还有3秒到达现场，我看明儿干去了。明儿，你干啥呢？你为什么没来？小明，你为什么不按套路出牌了？明儿，媳妇，这房子真是有点大。哎，我真的媳妇，我把这地方给它隔起来不？我把这地方隔起来，然后呢？让狗在这个区域玩，不让狗在那个区域玩，这房太大了，显得狗离咱远，它不热闹，不紧凑。媳妇儿，再做一张，你一张，咱姑娘一张，行，行吗？再做一张，啊，16.8。家人们，你们喜欢吃粘玉米面？粘玉米糊了吗？媳妇儿，糊了，糊了啊！等会儿家人们啊，你等会儿坐下嘛，媳妇儿，等会儿我给大伙看粘玉米。你等会儿的呗，还没炒好。我媳妇儿今天用空气炸锅炸了一个，用空气炸锅整的烤了一个玉米，看好不好吃啊，家人们。我刚才去看了，已经金黄了。已经金黄了，我看看去，我先看去，能打开吗？媳妇儿现在能打开看？应该是炒的。我给你们看一下，家人们啊，你们想吃粘苞米的话，你们拍粘苞米。哎，空气炸锅整的粘苞米。粘苞米在第一个链接，家人们啊，在第一个链接。哎，我媳妇为什么是糊好了吗？啊，家人们，这粘苞米是糊好的啊。你们有想吃的话，你们拍那粘苞米吃啊。这粘苞米8磅，27块就往前8磅。你可以这么上锅里蒸啊，上锅里蒸着吃，也可以怎么吃，家人们，也可以放空气炸锅里头。不知道好不好吃啊，家人们。上空气炸锅里头烤一下子这个苞米，家人们，完了是不是得摁点啥呀？那一看就不会做饭，今我媳妇儿做啊。你说啥呀，媳妇儿？你就坐上了？那他也停不了火啊。别乱摁，再烤糊了。媳妇儿，你刚才用的是哪个档烤的？什么哪个档？那个苞米，190啊，我用180。你摁它干啥呀？我拿下来，我拿出来，它就停了。停了，你铲进去，他没开始，你问他们没开始。嗯。再烤糊了。没事，他我媳妇有，他有分呢，他知道啥时候整的。啊，吃饭。想吃咱这个家伙啊，这个烤冷面的啊，你们可以拍张烤冷面吃。
玉米都玉米八磅，家人们啊，玉米八磅，靠那边没有了。好吃烤冷面，16.8，20兆，没到时间打开，就重新设定。你看，媳妇是你不会做还是我不会做？啊？赶时间点了没有？没有，你没事下午播一播呗，播一会儿呗，啊？下午播一播，唠会嗑。吃点东西，是不是不挺好吗？那给你撒点干料包，行吗？烤冷，撒点干料包行。啊，家人们啊，咱那烤冷面，你看着啊啊！大刚才待会儿有问，你先拿走拿走来，待会儿想问的保质期，家人们啊，烤冷面生产日期是2022年12月10号，2022年12月10号。然后呢？哎呦我的妈呀，媳妇你齁死我呀！啊，抹开就行了呗。然后家人们啊。然后保质期是50天，常温保存50天，啊，常温保存50天，啊，老铁们，50天。给你加料了啊！啊，你放冰箱里冷藏，家人们，放冰箱里冷藏就可以啊。这个常温保存也可以，放冰箱冷藏就可以啊。咱家这里边基本上没有防腐剂，知道家人们，它就是高温灭菌，它就是高温灭菌的，知道吗？这是高温灭菌的，它没有防腐剂，这里头知道吗？老铁们，你看，食品添加剂、碳酸钠、漂苏打，你看见没？咱原料什么？原料冷面、小麦粉、水、食用盐、食品添加剂、碳酸钠。碳酸钠是面碱吗？好了，其实碳酸钠是面碱吗？这个是碳酸钠是面碱，碳酸氢钠是漂苏打，媳妇儿。那我不知道啊，一袋几张？一袋10张，总共发2袋，一袋10张，一共发2袋，家人们，没有防腐剂这里头。OK， 它是塑封的，是吧？塑封完之后怎么的，家人们？高温灭菌，知道吗？120度高温灭菌，然后呢，没有防腐剂里头，是让我的。嗯嗯，行。哎，你先，我得去看看玉米。你看去吧。这俩给我忙完了。你看去吧。小明在干啥呢？明花，不到1块钱一张，8毛钱一张，家人们，8毛钱一张，好吃，老好吃了，家人们啊！但是我吃过东北烤冷面的，你们吃过的话，你们都可以拍一张烤冷面。那烤冷面我都一年没卖过了，这烤冷面啊，81的，家人们，一年没卖过烤冷面了。我记得我上次啥时候卖的，我忘了，我忘啥，我是不是在杭州时候卖的啊？围成一个圈，哎，坐下，哎，坐好了，老大，来来来，来来，啊，三，对，坐这，坐坐坐坐，三下坐，三下坐坐，哎，报点数，报名，啊，一，三坐好了，三来，三你喊一，三坐坐坐，三坐坐，往这来，往这来，来往这来，三下坐，三你说一，老大你说二，三，老四三，老四你喊三，老四，四。三一个，老大一个，啊，好了吗？嗯，行行。这烤的，这烤的，嗯，不知道好不好吃呢。啊，给辅妞一个，让辅妞整一个。啊，给你一个，老三来，给你一个吧。小迷糊，啊，十六，十六。咱们再给辅助一个，嘎嘣嘎嘣的，嘎嘣嘎嘣的是吧？这个都不如火烤的好，香，没有火烤的好，没熟。我看熟没熟？我看熟没熟啊？来，我来我的烤冷面，我要吃我的烤冷面了。下单了，什么时候发货？明天能发货家吗？今天发不了货了。今天那个，今天快递车都发走了。你明天发货了啊！烤冷面，家人们啊，想吃烤冷面的，待会儿给你拍的啊！这我媳妇刚做的啊，多好多方便，家人们啊！一张烤冷面用不了2分钟，嗯，做一张烤冷面用不了2分钟，家人们。
也就五分钟吧，你连热锅啥的。嗯。嗯，咱家这个烤冷面，你光放湿料，它是一种味道，你再放上干料，哎，它又是另一种味道，知道吗？特别好吃。你别撤的事儿。嗯。你们里面放这干料不要放多了，是吧？啊，孜然多，一股孜然味儿。嗯，放多了。这不是煎饼吗？这是烤冷面。嗯嗯，烤冷面。真香！两包多少？两包是20张，两包一共20张啊，老铁。嗯，来，没有啊，我不能吃烤冷面，好，吃的有点快，嗯，我不能吃烤冷面，我爆米好没好，挺好吃，就有点像烤苞米豆似的。原来烤冷面子非得带葱的，烤冷面子非得啥也吃不来。今年春天卖货一次烤冷面，我还买了呢。春天的时候啊，是不是吧？我这夏天我前阵也没卖，是不是啊？半年没卖烤冷面了。卖零食，卖点年货，年货不行啊，家们，现在遍地都是那个小羊人儿啊，咱不敢往哪跑啊。行，拿过来吧，碾一米，你把锅端来也行。谁吧？用炒勺，行。来吧，碾苞米吃。哎，四哥，你跟姥爷一块直播来，老四。那上这个桌上。嗯，老四上桌了，老四来，不，等会儿啊，等会儿这儿，让米柚和老四上来。对，老四你坐这儿。哎，米柚坐这凳子，米柚来，咱一人一个凳子。老四你往后退。玉米刷成油，撒点盐，放抽筋炸锅好吃。媳妇，你放油了吗？没放油，他们说放点油，撒点盐好吃。我怕，对，我刚才我媳妇说放点油，我说媳妇你要放油的话，能不能崩爆米花了？直接一下子，啊，来拿手机，我洗手。粘苞米，家人们啊，喜欢吃粘苞米的，家人们啊，可以拍拿咱家粘苞米啊，糯玉米，咱这是糯玉米啊，27.9八瓣。我先来一半呗。对呀，不放油才能成爆米花吧？也没成爆米花，你看，就是一个粒儿一个粒儿的烤完，就嘎嘣嘎嘣的。这个爆米可以火烤吗？可以火烤啊。可以火烤。讲解了啊，这么粘玉米啊，嗯，27.9八根儿，嗯，家人们给你们发的速冻的，家人们啊，嗯，那咋？我们叫糯玉米。咱这个就是糯玉米啊，粘糯玉米吗？粘苞米，糯玉米，对，粘苞米啊。
碾苞米就是糯玉米。你跟那天喊你都喊错了，咱这边喊都是碾苞米啦，碾苞米，碾苞米啦。人也不喊碾玉米。我没说碾玉米，我说碾苞米。咱这个碾玉米啊，家人们，27.9，玉米比较嫩，好吃。27.9，给大家发八根啊，而且它的这个八根大小都差不多，看见没？粗细也差不多啊，大小也差不多，粗细也差不多。而且你上锅蒸啊，只要水开了之后，你家屋子里就会有这种就是玉米的那种香味儿。啊，吃到嘴里的口感呢，就是又黏又糯，而且自带玉米的那种甜味儿，啊，玉米自带的那种甜味儿啊。老爷吃的啥呀？我第一次看。一点不甜，老铁，你这一点不甜，我刚才也说了，玉米自带的甜味儿，那你说他想多甜？咱家这个不甜，啊，不给你加甜蜜素啥的。有这么一个说法，家们，你没发现吗？你不管咱不管卖啥，都不可能说家们整的啊，人人都满意，知道吧？对，你想你玉米甜了啊，会有人说你家玉米得放甜蜜素了，嗯，你这玉米吧，正常的玉米吧。正常的苞米啥也没放啊，大伙就感觉不甜，是不是？难道玉米里边咱必须得往里放甜蜜素你才喜欢吃那个东西吗？说家吗，它就正常的，就是我就感觉咱家木玉米挺甜的。对，它就是玉米都这味儿，它就是正常玉米自带的那个甜味，不是说你一吃上去哎就像吃糖了似的，哎那么甜，对不对？那你要是像那个放糖了似的，放甜蜜素似的，一咬哎，这甜的都那个啥，那你说吃了对身体有好处吗？对不对？咱这个就是自然甜，就是玉米自带的，它那个甜不是说非得它就有很大的甜味儿，或者就是玉米的那个香味儿，你嚼到嘴里它就有微微的那种甜味儿，然后有那个玉米的香气，知道吧？穿糖甜，对呀，你要说咱家这玉米里头要含甜蜜素呀，或者是含啥的，那它肯定你一咬上去，哎，就感觉这玉米，哎，老甜了，就跟那个化糖了似的。那你觉得那样玉米，它肯定是也不吃的，也不放心的，对不对，家人们？而且这个东西都是众口难调，你有的人他就像三爸刚才说的似的，有的人觉得哎呀这贵了，有的人觉得哎便宜，对不对？拍了一单玉米，看你吃都馋了，感谢老铁啊！27.9，给大家发八磅啊，八磅，东北人都喜欢吃这，咱东北就咱就是实打实的，咱也是农村出来的，咱也不忽悠大家，也不干啥。这家老四，你俩你们一家三口是真的，你们一家三口是真能挤呀，啊！你们一家三口是真能凑热闹啊！你一家三口也包场了吗？这不是？你要吃苞米啊，给你一个呀！你要吃啊，老四啊！就是，我就感觉就是你就是咱在超市里头卖的那个水果玉米和那个水果玉米粒儿，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它那个吃起来就是比正常的玉米要甜很多，而且你一咬一股水，一咬一股水，就感觉特别特别甜。所以我就吃了过一次，我再也没买过那种玉米。甜味素齁甜齁甜的。反正就这么跟你说，咱家玉米就是正常的玉米，知道吧？就是正常的玉米，可以让你们吃的放心，吃的健康，知道吧？咱就敢跟你们这么说，咱里头啥也不添加，也不添加什么防腐剂，乱七八糟，甜蜜素呀，什么增大个儿啊，又啥玩意儿的，啊，啥都没添过。一人一口，不能吃多了啊！来，老四，先上一口。啊。我也不喜欢吃水果玉米，水果玉米都特别甜，我感觉你等会儿的，有点甜，水唧唧的。你下去，
媳妇来。明来，明来一套。老大没吃着吧？你家还有卖？老大来一套，老大来。吃多不好，吃多不消化啊！行了，别腐妞来一套。我十号拍的玉米还没发呢，拍的狗磨牙棒早到了。你联系一下客服，问问怎么回事，因为那个磨牙棒和玉米是分开发的啊。给腐妞一个，老四，你别偷吃啊！你看老四偷吃了，你看。老四不带偷吃的，我相信老四，是不是？老四不带偷吃的，一共两行五个够吃，一共两胖。27.9给大家发八磅啊！虎妞的耳朵怎么了？干啥呢，小明花？虎妞耳朵让老四给划了，咬了吧，还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具体昨天晚上半夜发生的事儿吧，我也不知道。但是他就是没咬透，我感觉好像没有透，就是划，有划印儿，没啥事儿。看出小小迷糊爱偷吃。家里你们收到过是这种两包的啊，这种速冻的玉米啊，五分熟的。嗯，老家们，你们收到过这种速冻的，看见没？速冻的，然后就是这种包装的啊，就是这种，也不是真空的，也不是，就是这种包装的，知道吧？啊，这种速冻玉米，家们啊，你看，这回家上锅里一煮，家们上锅里蒸，上锅里蒸啊，蒸个10来分钟，15分钟左右就好了。15分钟左右，家人们啊，不要蒸太长时间啊。八瓣，家人们，一共是八瓣，27.9。玉米是人吃的啊，玉米是人吃的。四根一个包装，这个，四根一个包装，人吃的，家人们啊。对，有想吃的家人们，你可以拍张，家人们啊，速冻的啊。你哎，等会儿你给他们看一下棒。啊。你看看咱家这个玉米，你们收到货在袋里头，你看。大小啊，粗细啊，都差不多啊，不会说给你们发一个大一个小，一个坑一个瘪的啥的。家美看看，你们收到货之后吧，你看这玉米，你们感觉抽抽巴巴不好看，知道吧？因为它是冻的，所以它抽抽巴巴不好看，对，知道吧？等你家美，你等你放锅里蒸完之后，它就上起来了，热胀冷缩。对，家美，它一冻上了，它就缩回去了。你一蒸吧，啪就全胀起来，好看。对，老家吗？你现在瞅着不好看。就是你在别的地方你买的玉米，它你一冻完之后，它也是哎有点像这个抽吧似的。等你一蒸完之后，它就胀起来了，知道吧？就是胀起来了，蒸熟了就好看了。对，蒸熟了就好看了。我跟你说，咱家这个玉米，就是俺们家在店里头那个。店里头，店旁边那个邻居，一进俺家那个店里头都说的，哎呀，你家今天又蒸玉米了，就是你一开锅，马上那个玉米香味就出来了。对，蒸好了粒儿就鼓了啊，家人们，你们咱家这个玉米，你们一定要买一单尝一尝，你尝到嘴里了就知道好不好吃了。就是你说一千到一万，你不尝到嘴里，你永远不知道是啥味儿，对不对？要冻都冻瘪了，不可能就冻那几颗呀。哎呀妈呀！行了，家人们啊，你们想拍的话你们拍啊，想拍就拍。啊，我拍了3单玉米全收到了，感谢姐啊，感谢希望叶子姐啊。腐妞耳朵好点了吗？腐妞耳朵，她耳朵长上了，家人们，腐妞耳朵长上了，没事儿，我给你们看看腐妞啊。腐妞，腐妞，腐妞，我给腐妞拿好吃的。看老大，多吃，咋了？你姑娘说她不吃。我姑娘不吃。她说她不饿。他让你吃，明儿来。
别看着点苞米啊，看着点苞米，为啥咬啊？我跟你说一下，家人们啊，不是给老师整急眼了呗？肯定给老师整急眼了呀！昨天家人们啊，咱家每天晚上狗都会在这个沙发上吃饭，对不，家人们？每天晚上都会在这沙发上吃饭，然后呢，腐牛在第一个位置，老四在第二个，老大在第三个，石榴在第四个，三牛在第五个，小明在最后一个位置。每天咱家都是这个顺序。啊，每天都是这个顺序。然后呢，昨天吧，腐牛他上第二个位置来了。然后呢，我给腐牛挪到第一个位置，因为腐牛他先往这一趴，他趴着他不动地方。老四在第一个位置，他动地方，知道吧？每天都是这个顺序，我就给他挪了一下子，然后老四就不愿意了。那谁能寻思老四不愿意呀？那就挪个位置，老四就不愿意了。谁知道老四脾气这么大呀？我就给他俩挪个位置，老四不愿意了，抗争给腐牛给咬了，给我整懵了。别的不让他俩坐一起，他俩平时也坐一起呀，都多长时间了，半个多月了，他们都坐在一起，一直都坐在一起。那谁知道昨天测哪根筋没搭上？啊，谁知道昨天我四个哪根筋没搭上，不愿意了。还是老爷的事儿，我每因为家人们，因为我每天我都那么摆了，知道吧？腐牛每次我都因为腐牛愿蹦蹦跳跳的，腐牛不老实，我每次我都摆了腐牛摆了好几遍，知道吧？让腐牛往这一坐，结果不知道昨天为啥了，昨天因为老四脾气不好，可能是家人们啊，干啥呢？老四还等着吃苞米呢。晚上直播播家晚上播啊，怨我，以后咱不带腐牛了，家人们啊，以后吃饭咱这么的，家人们啊，以后吃饭的时候吧，咱把那个粮给腐牛端到家里去，是不是？给他端到家里头去，不让他吃了，你们说行不行？让他回家吃，省得他们几个在干仗，腐牛每次都受伤，我也不想让他受伤。你说我大半夜晚上我下播之后带着腐妞啊，昨天晚上没去上啊，跑到一半，大夫说没医院没开门，跑到一半啊没去上，然后呢晚上去买药，大早上起个早，我怕耳朵我怕腐妞耳朵发炎，大早上起个早带腐妞上个医院啊，花了200块钱。你说我图啥？家你说我图啥不？啊？好像是我愿意让腐牛挨咬似的，挨咬完一下全喷我，明白？挨咬完之后全喷我，全说我，别这样，他们在一起多磨合磨合，那都磨合一年多了，那腐牛啊和老四啊老大老三啊他们几个都磨合一年多了。哎，家人们，我估计啊，你看着啊，我给你们算一下啊，你们总说他们几个总咬腐妞，我也不知道他们为啥总咬腐妞，可能他们内心当中就感觉他，我也不知道为啥，我也解释不明白这个东西。腐妞一出来，他们几个就奔他去；腐妞一从笼子里出来，他们就奔他去，有可能是一种原因，家人们啊，腐妞总往前，三过来，三吧。再来，有可能是一种原因，家人们，他们几个吧，腐妞吧愿意往笼里拉粑粑，拉完之后吧，屋里整的烘臭的，啊，然后咱家这帮狗可能就不愿意，为啥，家人们？因为俺家老大、老四、seven、小迷糊和小石榴，他们都不往家里拉粑粑，他们平时闻不着这个味儿，我估计他们闻这个味儿吧，闻这个味儿脑瓜疼，我估计。三，你来。你过来，你不是给你吃的。我不吃吧，他放着他惦记。
我不吃，他放着他惦记。可能是，让他们几个小明不能动啊！你要再说其他的原因，为啥咬他？我也不知道为啥咬他。习惯就好了，别分开。三月吃苞米，粘苞米家吗？啊，喜欢吃粘苞米的，来，我上这吃，吃完拉倒了。吃完他们几个就不惦记了。正好吃完苞米，晚上不用吃饭了。嗯。我媳妇老丈人都说我长得胖，啊！我媳妇老丈人都说，哎呀，现在150斤了，说我家伙，啊！因为晚上吧也不吃饭了，吃两包苞米得了，家伙，三两穗玉米，啊！想吃粘苞米的家伙啊，想吃粘苞米的话，你们可以拍着粘苞米啊，8磅27.9块，大磅的家伙啊。东北糯玉米8磅27.9块，然后给大伙发速冻的玉米啊，然后这个苞米呢你们上锅上蒸个15分钟就好啊，蒸15分钟就可以了啊。牛儿，酸嘴是怎么着？嗯，然后不愿吃饭呢，想减秤的都可以吃粗粮粘苞米的。嗯，这么黑呢？啊！这么黑呢？狗不能吃太多粘苞米，家人们。刚才给我四哥吃过了，你再给四哥吃一口的话，那玩意不消化。晚上9点10点。我发现我吃啥老四想吃啥啊，我吃啥你想吃，就在我旁边往那一坐，在装可怜，你说给不给他吃，你给他太多了吧，他妈不消化，你不给他吃吧，他总瞅你，然后盯着你才瞅，也不困了，你看家人们，老四也不困了，这盯你看。我给他我咋吃，我给他我就都给他了。8磅27.9块，家人们啊。香啊，粘苞米香啊。啊。你说他们的关系啊，老四我四哥啊，他的妈妈是 Seven， 他的姐姐是老大，他大媳妇是石榴，二媳妇是福妞啊，他儿子叫小迷糊，真喜欢吃，你看迷糊，你就上这儿来吃，你就上这儿来了，你说你们俩啊，左青龙右白虎的，你说你俩啊，没有想要，
家人们，我跟你说，这玉米咱做好了，你别吵着了。吃多不消化，给你，家人们，苞米啊，咱家年苞米怎么样？我跟你说啊，越嚼越好吃啊！您家人啊。越嚼越香，越嚼越好吃，啊、嗯！不能给苞米棒子吗？咱们也是啃苞米，棒子不要，咱们不吃棒子，啊、嗯！甜，咱不是，但我不知道你们所谓的甜是什么甜啊、嗯？咱是正常那个糯玉米那个甜，正常糯玉米那个甜，啊，家人们，啊，它不是说。像里边加甜蜜素似的那种甜，家人们啊，甜一口就有甜味儿，不是说甜一口就有甜味儿，你舔一口都有甜味儿，里边有甜蜜素，知道吗？防腐剂的甜蜜素里边啥都有，咱俩这个没有，家人们啊，啊，一磅多少克？一磅250克左右，家人们，250克、260克、270克啊，家人们啊，250克左右啊，都是大磅的啊。前两天发了玉米还没有发货，微微我看啊，唐山，不对呀、啊，唐山都发货了，王家美女，王家美女，北京坏不了，北京坏不了，姐你可能拍着10多天了啊。你可能拍了得有10多天了，但是呢，我早在啊，你10多天拍10多天了是吧？可能我给你发货的话，也就2-3天，知道吧？啊，你也就明天后天就能收到货了。现在就是物流太慢。行了吧，老四啊，还吃吗？咱不吃棒了，咱不吃，他们谁也不吃棒。小明吃棒，不能给小明花。8磅加盟，8磅粘玉米，27.9块，咱们。北京都没快递。8磅粘玉米，27.9块，下方小黄车第一链接，44单了啊。8磅加盟。这得有须子，玉米须子，摘一摘。家人们，咱这是粘玉米了，对吧？啊，你看了，你看里面这个东西。看家们，刚才我咬了一口。看家们，你看我刚才咬了一口。你看，家们，糯玉米。我跟你说，它不是像别的主播介绍那玩意儿，这不像糖似的，像什么糖稀似的，像蜂蜜似的那样式粘的，粘的里头都有糖。我告诉你啊。家人们，你看着看着别的主播卖那玩意儿吗？那蜂蜜那玩意儿，那个粘玉米粘的像啥呢？就跟蜂蜜一样，家人们啊。你看咱正常粘度，家人们这粘玉米啊，粘手粘特别粘。老四啊，玉簪8根，家人们玉簪8根啊。甜。又甜又黏啊，趁热乎吃了，你们趁热乎吃啊。
玉米，家人们，玉米，基本上是你上锅里蒸个五分钟，蒸个15分钟就好了。然后呢，你什么时候吃你什么时候开盖，你不吃你别开盖，知道吗，家人们？你不吃你就别开盖，你吃那第一口，你开盖吃那热乎的，刚开盖吃第一口，家人们知道吗？热乎吃好吃，凉的不好吃啊！你啥玩意凉的都不好吃，嗯。嗯，老四晚上来迷糊来，嗯，老四玩迷糊了，不放水里煮，家人们，不放水里头煮，放锅里蒸。那今天谁到了？怎么这么黑呢？这么黑呢，迷糊啊！啊，我怎么感觉迷糊这么黑呢？明儿过来排队来了，明儿。我都给你了，三万，你看看你。给小牛吃了，粘不粘牙？你说粘牙不？好不好吃？你说粘不粘牙，明儿？你看啊，家你看小明儿啊，我不瞅他，他瞅我；我瞅他，就不瞅我了，三分账呢，粘一米8磅，27.9元，8磅粘一米，下方小黄车第一个链接。受不了了，你吃吧。甜，又甜又黏啊！不知道疼自己的狗不？老铁，我首先我告诉你啊，这黏玉米，家人你别说狗了，就连咱自己，咱自己吃太多了都不消化，那狗吃太多了它也不消化呀。那狗吃那么多它也不消化呀。上来，给你上来，这玉米，大伙应该这么说，少给狗吃点玉米，玉米狗不消化。你们应该这么说，家人们，少给他们吃点苞米。
吃吧吃吧吃吧，没空。我刚刚看电视频进来的那只狗狗怎么样了？没事，小家人们啊，那是 Seven， 咱俩看 Seven 啊，我吃完了，是吧？是吧？撑着了。那 Seven 哪里发货？牡丹江东北发货，家人们啊，东北粘玉米肯定是东北发货啊，咱牡丹江发货，走吧。你也不看文字，就在那吃，自然。怎么不消化？你也没给多少吧？狗本身它也吃不了苞米，因为它们吃东西它不嚼。你看老家伙啊，就比如这粘苞米，看到啊，它小石头吃，它咽下去了，啊，它不嚼啊。你看三文吃，嚼个六啊，它都不嚼，你就整个的呀，你就整个吃，人吃它也不消化呀，那不用说，也不用给。那用脑瓜子寻一寻思就能寻思出来，是不是一寻就能寻出来？对呀、啊，它不嚼，它嚼的话里面能消化，是不是家们？玉米这个皮儿，它不嚼开，它能消化吗？对，狗狗真不消化，家们，它们咋吃的咋拉出来的？知道吗？怎么吃怎么拉出来？吃啥呀？其实这一点不消化。欢迎大家伙啊！欢迎家们啊！哎，我家拉布拉多吃玉米拉出来还是玉米粒儿。你看看，我就知道咱直播间有明白的养狗的，因为我前两天我给他们几个吃的，家人们，我前两天不就给他们吃过吗？吃完之后吧，他们真是不消化，说不想给他们几个吃。你要不给他吃吧，他的眼巴巴瞅你还挺可怜，他还挺喜欢这个味儿，啊，那苞米味儿挺香。卖粘苞米到了，感谢啊，感谢哥啊，上锅蒸十五分钟，家人们啊，这粘苞米上锅蒸十五分钟，啊，早上的时候，晚上的时候不想吃饭，来一包粘苞米吃，啊。根本给我吃的不是哥，跟咱吃的不是一个东西，直接申请退款。哥，你直接申请退款，你感觉不满意，你申请我给你拿运费。我说的，你跟客服说，你吃完之后不好吃的话，你就退回来就可以了，知道吧？啊，你连客服，你说我说的，你说主播说的，三八说了不好吃申请退款，无条件申请退款啊，而且运费不用你出，一分钱不用你出运费。啊，连客服就可以了啊。收到货，如果不好吃，你们感觉不好吃，家们无条件、无理由申请退款，不需要你们出运费，知道吧？运费我给你们出。啊，上桌。怎么说呢，家们？这个不管是吃的还是用的呀，家们。啊，他都是不可能说做到啊，人皆满意，家们，因为众口难调啊，对不对，家们？啊，众口难调，还有每个地方的风，每个地方的那个文化水文就是文化呀，还有那每个地方的那个食宿啊，那个吃饭方式啊，饮食方式啊，它都不一样。你甜了，咸了，淡了。啊，它都不好，家人们，知道吧？要吃的东西吧，很难整。你看朝鲜人，他就喜欢吃辣的；四川人喜欢吃辣的。你这东西辣不辣？咱烤冷面，我觉着放里面放那个辣酱还挺好。然后你要卖给四川人，他肯定说不好吃。为啥？用他妈一嘎一嘎就不辣，是不是？你跑到福建、浙江那一块，家人都喜欢吃点清淡的。啊，你给他整的口味那么咸的，口味重点的，人家肯定觉得不好吃。所以家人们，三舅爹说啥呢？你在咱们家买的东西，只要你们不满意，立马申请退款，运费我都给你们出啊，不管有没有运费险，只要你不满意，我一分钱运费不用你们出。啊，三没有了，你看他想惦记这个棒子，三惦记这个玉米棒子，这头你吃头。
你看，你非得惦记这个苞米，你非得惦记它干什么玩意儿呢？塞文，你说你，众口难调，没办法，真是家人们。喜欢孙坚苞米的啊，下方小黄车第一个链接，家人们啊，包呢包个笼里呢，八磅27.9，五点了，五点上超市买肉去，买肉、拍段子、吃饭、擦地、收拾屋子、开播。然后一会儿给三小虎妞给他上点药，今天不用上药，明天上药。今天给上过药了，虎妞来，今天不用上药，明天上药。不能这样，虎妞耳朵受伤了，家人们啊，所以不让虎妞出来了啊。因为虎妞这一出来吧，这帮狗吧，它愿意舔它耳朵啊，他们几个会舔虎妞耳朵啊。你为了防止这帮狗狗舔虎妞耳朵。再把斧头卷起来了，是要等到晚上12点再给狗狗宝喂饭吗？家人们，咱家狗狗一天吃两顿，家人们一天吃两顿啊！这是家人们，这是那今天中午给他们喂的，家人们看了，再没吃了呢。今天给他们喂的这两盆，家人们啊，就是小外面一天吃两顿，白天吃的少，晚上吃的多。知道吧，白天吃少，晚上吃多。为什么说家人们，为什么说三月爹非得等到晚上给他们喂饭呢？因为咱晚上开播，知道吧，你要提前喂吧，你提前喂的话，家人们啊，就狗吧他得上厕所，你得遛他，那咱整场直播啥也别干了，就光遛狗了。你后期你要给他，你要后期要喂狗呢，家人们是不是快要下播的时候喂狗，那家喂完狗狗咱就可以下播了，我就去遛去呗。外面黑了哭漆啥也看不见，要能看着的话我带大伙一块去遛狗去。因为狗吃完它就想上厕所。你看咱一开播就喂他们家们，你看整场直播他们都有一种想法想上厕所，他是该往屋里拉不往屋里拉呀。你不往屋里拉吧他们还憋得难受，你往屋里拉吧我还不愿意。就狗不吃饭的话，家们，他没有上厕所的意思，他吃完就拉。狗就是怎么的，家们，狗就直肠的，吃完就想上厕所。直肠，老四咋回事？没事，我老四给他没事，家们啊，没事。欢迎大家伙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几点了？五点了，晚上五点了。然后呢，家人我就下播了啊，咱们晚上见，家人们啊，晚上9:30到10点之间开播，家人们晚上9:30到10点之间开播，啊，五点了，你们也早点啊，下班了啊，该下班了，是不是？四点是不是都下班了？四点还没下班呢。有上班的，有不上班的，该做饭做饭，该吃饭吃饭，啊！看一下包子，你看家伙，你看咱家白天直播，白天直播就500-600人，不是三文爹想在晚上直播，不是我非得想在晚上直播，知道家人们啊？而是大家伙都喜欢在晚上看直播，对家们，你看咱直播白天直播的话，就是700-800人，没人，也不是说没人嘛，家们，大家伙一般都会集中在晚上，啊，因为咱家晚上直播都已经好几年了，3-4年了，都是晚上9点多钟10点左右开播，都是那个点儿了，晚上再来，9:30到10点的时候开播。嗯，包脸大。再一个是大家伙白天也没时间，是不是？晚上吃完饭了，没啥事儿了，打算睡觉了，是不是？躺在被窝里头，哎，一看啊，我四哥开播了，多好！啊、嗯，晚上不看感觉少点啥，啊、嗯，就想看。老四来，老四。
咱狗现在太胖了，我应该一天喂他们一顿饭。你看他们几个，你看 Seven， 你看 Seven 这多粗，你看 Seven 这屁股多粗，眼看，哎 ，Seven 屁股多粗，你看老四，你看老大，啊，你看腐妞，他们几个多粗，啊，小明都45斤了，小石都21斤了，小石原先20斤，又长了一斤秤，咱不知道长哪儿了，好几年他始终都是二十斤，啊，你看小石他不知道吃肉之后长哪儿了，多长了一斤秤，21斤。拜拜，家人们啊，晚上见，拜拜。我去买肉去。